会跟你讲满洲拉门员虎力不为卡纳一年无闹闹需要。Hello， 李丽你好。你好。你们这里开了多少年呢、啊？大概有10年多了。这里有大概几位乐龄人士？大概有18位现在。好，最年长的大概几岁呢？年龄最大的话就是有97了。我了解你这里是一个非盈利的福利会嘛，那么你需要外界的怎么样的支持和帮助吗？需要，或者是他们所用的产品啊，或者吃的用的东西的，或者是电费水费啦，所需要来捐款呢，帮忙他们呢。那么关于他们的健康方面，你需要外界怎么样的支持或者帮助呢？需要，很需要的，让他们能够精神体力啦，不要天天坐一直要睡觉要睡觉啊。那么你这里需要外界的帮忙在于比如说教他们唱歌啊、烹饪啊，然后还有做一些花园啊或者太极之类的，这些帮助你需要外界的就是说进来帮助吗？很需要的，这个是真正的很需要，需要你们来帮助了。那好了，谢谢你啊。喂，老嗨，情绪要大家坐啦哦。阿斯基，我能做大地的看，满足老人员。